好，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哈，请议事人宣读上次的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11:12至16:00，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怡杰等15人，主席段委员怡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7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林委员静怡提议通过，共17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5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15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四月29日星期五、5月3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吴其敏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置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蒋万安等拟具《补习金进修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五至六，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律师法》《中华民国刑法》。七、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八至九，委员黄伟哲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2案。十、亲民党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李彦秀等拟具《精神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洪慈庸等拟具《师资培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三，委员黄昭顺等拟具《远洋渔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五，委员洪宗义等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廖国栋等拟具《资讯安全及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七至一九，委员徐真伟等拟具《性骚扰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铁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0至21，委员林淑芬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2，委员郑玉鹏等拟具《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23，委员林维洲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24，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设置条例》，均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25，委员张廖万坚。26，委员孔文吉等分别拟具《国家公园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7，委员钟孔照等拟具《劳动基准法》。28，委员黄秀芳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9，委员罗志正等拟具《教师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30，委员陈颖等拟具《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交内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两委员会审查。31至39，委员吴思瑶等拟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组织法》、《侨务委员会组织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法》、《客家委员会组织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40，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1，委员吕玉玲等拟具《运动彩券发行条例》，
交教育局化财政两委会审查。四二，委员李俊毅拟撤回前提之立法委员行为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四三至四七，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局化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四八至一六七，行政院劳动部、经济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文化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科技部、国立故宫博物院、教育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内政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六八至一七二，经济部、科技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外交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七三至一八三，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一八四至一九四，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吴玉琴等拟具国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至三委员王荣章等拟具会计师法、记账师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至五委员陈颖等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六至九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为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一零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一三委员柯志恩等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一四至一五，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所得基本税额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六，委员陈怡杰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这个议程的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哈，就如报告内容哈通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一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邀请行政院院长于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请公决案。第三至十四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十五案，外交部函为修正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第十六。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一七，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一八，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三十六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议事处增列一九，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零，兵役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一，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一零五年度预算书案；二二，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一零五年度预算书案；二三，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一零三年度决算书案；二四，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一零五年度预算书案；二五，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六家一零三年度决算书案；二六，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六家一零五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现在有两位委员登记发言啊。第一位，我们请徐永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因为有鉴于五一劳动节将届，所以时代力量党团提出一个决议案，希望能将医师纳入这个劳保的范围，劳动基准法保劳保范围。
那作为决议案，好，那是否有当请进行公决？好，那个书面有发给大家啊，请各位参考。那等一下，第二位登记发言是尤美妮尤委员，请发言。主席和我们所有所有同仁，大家晚安，大家好。这个本院民进党党团呢，针对第一期第十一次会讨论的事项呢，那建请列案顺序如这个提案表。那这个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好。好，我们。请议事人宣读。第一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九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36案，该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是今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后就12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其程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第四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第五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请审议案。第六案，本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委员会报告并让审查委员陈一鸣委员、柯志恩委员、郑丽君委员、王玉敏委员、李彦秀及委员江启程等20人分别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七案，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并让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本院委员严宽恒及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兵役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八案，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审查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书案。第九案，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第十案及第十一案分别为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审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103年度决算书案及105年度预算书案。第十二案至第十三案为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审查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6家财团法人103年度决算书案及105年度预算书案。第十四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监狱组织通则、看守所组织通则、法务部戒治所组织通则、法务部技能训练所组织条例及法务部矫正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第十五案，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动物保护法第2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下一位，没有，请王玉明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啊，主席，我是针对今天有关于这个时代力量他提出来的要列为讨论事项的这一案啊，我想这一个议题的确很重要，就是说医师是不是要纳入劳基法的议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卫环委员会长期在关心的议题。那只是我这边有一个疑问哦，就是说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案子，事实上我们蛮期待是各委员其实可以提出具体的劳基法的法律的修正案，我们就可以进到卫环委员会里面尽快排案，而且提供实质的法律修正案上的处理。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只是讨论事项，看起来像只是一个意思的表态，它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的法律上面的修正。所以我是不是也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各党团大家关心有关于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这个议题，现在我是卫环委员会的招委，其实大家提案进来我们可以尽快排案，而且可以达到实质上的讨论。那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事项看起来它并没有办法达成实质修法的一个进展。那因为我们是立法院嘛，我是具体建议说，是不是请各党团关心这个议案的大家尽快就提出这个法律案。我是不晓得时代力量是不是已经有法律提案了，如果有当然也很好。那就是我个人认为法律提案提出来之后排到我们卫环委员会，那我们会尽快的来处理。以上，谢谢。好，我们请徐佑明委员发言。说明一下哈，其实这不涉及法律的修正哈，这只要这个行政部门把它列进去就可以了哈。那过去不论是律师，甚至我们驻外是农经团哦，纳入这个劳基法里面，甚至莫拉克风灾的时候的救援的司机，我们应该，那我想这个决议是希望说行政部门能主动去考量是不是把医师纳进去。好，好，这样我们先处理哈，先处理，因为刚刚第一案是时代力量党团所提的，我们先处理徐永明委员提议的部分，建请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基法适用范围这一案，然后增列为讨论事项，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啊，没有异议，我们通过。接下来我们处理尤美妮委员提议的部分啊。那刚才尤委员所提议的部分，各位有没有异议？刚刚有宣读过，有没有？没有异议，通过。那我们做以下决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一，徐永明委员提议及尤美女委员提议修正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八案。二一请愿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七案。三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纠纷处理者共29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请愿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有没有其他的临时动议？若没有，我们今天会议到此散会。